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一定输赢。什么是福？什么是命？打拼做好也会出名。江西的新风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阿人在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由俺小同事林定清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继续来看政治新闻哈。这个中等319，这个319是。抢劫案哦，那么在这个陈水扁做总统的时阵，哦，哦，迄阵啊，刚是阿伯哦，在选举哦，在选举。那么卢秀莲呢，在讲啦，李昌钰错了，来，咱来看看内容，这是中央通讯社，台南。19日电报吼、哦，那么319抢劫案届满已经10年啊。当事人之一前副总统卢秀莲，今日重登现场，质疑监视结果。那么伊直接伫咧讲专家吼，啊，李昌钰错了啦，应该爱道歉。讲到这阿宏哦，有话要讲。吼，你甲看，啊，有诶一挂吼，心无专家啦，吼，我一日迄落你甲看，什么专家，什么吼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定来咧讲吼，咱吼台湾就是安尼，一种一窝蜂啊，吼，参像迄外国诶吼，一个人来嘛是同款，吼，安尼是，大家咧计较着，你甲想看卖啊？
到这种社会，到这种人民，当然到迄种专家嘛。你讲对唔对？啊，我唔是讲你充裕，吼、哦，伊唔对，也是讲专家安怎？问题就是讲有足多问题啊。有的专家分析嘛是拢唔对的。譬如讲最近啊，我定定咧譬如啊，对唔对？红中秋案啊，是不是？啊？台台医生是不是讲迄红中秋被灌醉的？伊是专家嘛，伊是专业，你讲对唔对？啊，你甲想，伊安尼讲敢对？过来法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孙安尼啊，这个高大贤，吼、哦，伊凭着伊专家对唔对？啊，伊是老者，伊是经验，结果伊讲敢对？是不是安尼？有照做啦。唔免讲啥物啊，讲这法官、检察官就好啊。你想，伊个拢专业嘛，对唔对啦？啊是安怎法官安尼判，是安怎就阁改判，对唔对啦？迄拢啊，迄拢专业啊，迄拢专业，对唔对啦？所以阿王定来咧讲，专家无一定对啦，专家无一定对啦。好，来，咱继续。那么，2004年前总统，这个前总统，这个陈水扁，啊，加卢秀莲，坐这个，这个竞选连任，吼、哦，的这个车。那么，投票进行一天，3月19日，在台南市南区水平温公园。啊，游过造势时阵，啊来中枪。那么专案已由这个专案小组来侦结，认定讲哦，附近居民已死亡，伊这个男子陈义雄是枪手。那么十年了后，政党轮替，陈水扁吼新罕啊，这个领悟就是讲啊，伊落脚了。哦、那么民进党这个台南市议会副议长郭信良今日发起重登319现场啊，那么将近有1000人对南区立新国小集结步行到水平温公园，那么陈水扁的囝陈志忠嘛参与游行，而且内面啊吼，那么高化。三一九案重启调查啦，释放了这个陈水扁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原来是安尼做事啦。哦，目的就是要叫陈水扁哦，啊，爱甲放出来啦，将因老爸啊甲放出来，你个想啊？啊，那么卢秀莲就伫个游行队伍到甲水平温公园了后，才赶到现场。那么卢秀莲大生是甲游行当值面台顶，哦，一挂人握手致意，搁在登上宣传车，质疑当年啊阿里冲突伊的这个监视的结果。那么卢秀莲提出这个路线图，喜欢当时啊，伊坐到这个救护车的时阵。诶，这个坐主啦，吼、哦，林庭芳，你冲玉伊这个监视唔对。那么伊伫个表示啦，你冲玉因为319案趁尽名声，却为什么做出错误的这个监视啊？那么应该爱道歉。卢秀莲宣称，伊有吼，算讲伊。有摕到319案，伊的这个秘密证人，所以我感觉吼，看到这我都看袂落去，安怎讲？啊，你既然有秘密证人，你就赶紧嘛向法院，对唔对？啊，提出伊的这个看要当时319的这个诉讼哦，搁再什么定期调查一下，你提出证人嘛？是不是安尼先？那个安尼，让法院哦，阿来审理，认为讲，
伊证人，伊的这个证据，证据力，值得搁重启，吼，啊，调查嘛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讲大家拢安尼政治人物拢安，啊，找着安尼讲，啊，你哪无爱去安尼先做？哎，拜托个，如副总统，你是读法律的啊？对唔对？你是读法律的啊？啊，所以有一挂人就是安尼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政府。啊，甲人民、民间啊，乱七八糟，就是拢安尼。啊，讲归讲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造成社会吼，安怎会猜疑啊？会猜疑吗？所以什么吼，是非不分、黑白不明，就是拢安尼。啊，对唔对？你有秘密证人，你爱提出来向法院啊，哦。但是哦，伊得到保护，秘密证人，拜托个，啊，啊，你讲你的话，你的意思就讲啊，我着为着要保护证人，所以我袂讲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像这种你该想，阿宏听起来根本的时阵安尼，你着讲个笑话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我嘛会晓讲啊，我着证人啊。对不对啦？证明讲的孙啊，卢秀莲的孙啊，你咧讲笑话啊，你咧讲啊，你咧乱讲啊！啊，我有证人啊，我嘛讲，我为着保护证人啊，啊，我不爱讲出来。你哪使安尼生啊？你讲对唔对啦？所以阿宏定阿伫咧讲，你看新闻爱用智慧，看新闻爱用头壳，对唔对啦？什么伊为着要保护秘密的证人？所以才无讲呢。那么卢秀莲伊在讲啊，吼、哦，但台的时阵呢，检察总长黄世明落台啊，可怜，嗯。那么新任的这个检察总长吼、哦，愿意重启这个调查，有愿意无愿意，嘛是爱看你的这个证人啊，所讲的话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新任的这个检察总长，哦。伊的这个认为啊，有需要无？嘛不是讲伊家己认为讲的算安尼啊。有需要都有需要，因为安尼讲爱搁开会啊，唔是干那讲检察总长讲一声就会使，唔是安尼先啊。大家认为讲感觉遐简单。那么伊这检察总长呐认为讲，卢秀莲的这个证人所讲的有需要进一步啊来审查，是毋是这个？是有值得这个检察总长啊来提出非常的上诉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先？吼、哦，啊来重启这个319枪击案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？所以有的人就是看新闻就简单，阿宏在解说，你甲想看嘛？有理也无理啦，那有理吼，大家甲拍一个跑下来，哈哈哈！对不对啦？吼、哦，那么伊才会予检方看这个秘密的这个证人啊。啊，你愿意无愿意，人都爱看证人，唔是的时阵啊，你反倒转来讲检察总长有愿意甲无愿意，你才要献这个秘密的这个证人，你讲个倒变。卢秀莲副总统，你该学法的啊！法律的评书是不是你要提出你的这个证人、秘密证人，然后给法院，对不对？法院才审理，是不是讲有需要？道理是不是安尼？不是讲的，像那检察总长愿意，啊，伊卢秀莲副总统，你才要提出你的这个秘密证人，安尼就颠倒头啊！你，安尼就颠倒头啊！你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常在讲，卢秀莲，你是。算讲名人呢，过去的孙安尼啊，有名的这个什么啊？这叫什么？政治的人物呢？对不对？你读政治的呢？那么卢秀莲表示啦，什么叫枪击案？伊接近马声，即将坠落救出啦。这就是你自己在讲的，人发言的时候，连开始
启动咧心理这个你这个案件，嘛拢啊无啊！你是啊讲的时阵啊，水落石出，我感觉莫名其妙啊。欢迎用有证据的这个民众啊，拜托的。啊，你搁咧城市啦？吼、哦！啊，你唔是讲你有秘密的这种证人？啊，那若需要其他有证据的这个民众搁出面提供这个证据咧，我感觉你一讲话真奇怪。我说我感觉讲吼，你甲看卢秀莲咧讲的翻起翻倒啊。伊本来是毋是讲伊有秘密的证人？啊，甲既然有秘密的证人，你迄个秘密证人提出来好啊，你若搁是安那落啊叫其他的哦，知影这个民众啊来提供这个证据咧。啊，哦，卢秀莲你拢较巧。你根本你手中就根本就无物件嘛，对唔对啦？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你若手中有物件，你都唔免阁靠别人，你都干那靠迄个秘密证人就好啊，你对唔对？我感觉所以怎么，所以吼，我定来讲，什么专业，什么专家，我话你讲，拢专骗人啊！你讲对唔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卢秀莲伊搁咧骗人啊？骗啥？骗讲啊，较紧哦，你若知影哦，当时知影这个情形哦，赶紧哦。来，甲我讲一下，啊，都是安尼生来呢。啊，你讲什么？你手中有秘密的这个证人，是不是？你讲什么呀？人讲，人讲迄句话啥？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对不对啦？就是安尼生啊。你就是安尼，对不对？什么时阵呢？会甲保护你，甲看，你讲这话，是不是漏开啊嘛？所以阿宏拄啊头一个看安尼都唔对去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甲看尾啊，这个文显示伊都漏开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代志真明显。所以我定定咧讲吼，像我啊有一挂这个算讲看我做节目吼，阿爹讲的一挂啊这个。这个话题啦吼，那么有的就来问我，安怎？我讲啊，这你想嘛知，我就甲讲。所以有少数人，就讲安怎，家己未了解，啊，拢真信外口的人安尼，伊家己嘛无了解，啊，就信人啊。啊，所以伊提出迄个问题来问我嘛，啊，我就甲解释。有的不用专家啦，对不对啦？拄啊，我咧讲的啊。当卢秀莲，当伊家己本身讲，头先伊就讲啊，伊讲我手中有证，秘密证人啊。啊，了后再搁叫人讲，别位啊，讲看你有知影迄个情形无？提供给我一寡意见，吼、哦，也我会甲你保护，是不是？这种话你甲听看卖安怎啊？啊？就证明讲，伊手中就根本就无迄个秘密证人啊！你讲对唔对？所以我定定咧讲啊，这人就需要专家，这人就需要学者，对唔对？简单就讲，伊的这个白贼话就甲弄破啊！你讲对唔对啦？就甲抓出来啊！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人有什么专家？那阿宏也毋是什么侦探嘛，对唔对？啊，阿宏也毋是这个情治人员啊。这稍微简单一个逻辑啦，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来，咱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回。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再见，拜拜。